欢迎大家来到阿三的播不见，大家上午好。我们现在看到的是萌萌，北动影后萌萌，大美萌，萌萌的妈妈。昨天的话，萌萌呢是先出来玩了玩雪，然后就让回去了。今天萌萌是完完全全的外场啊，完完全全的外场，可以好好出来享受一会儿雪天了。感谢哈尼哥的亲吻，感谢。雪景配熊猫啊。不过不得不说啊，这个熊猫在雪地里打滚的时候啊，这身上沾着糖霜特别好看啊。但是打完滚以后，那糖霜一化，那糖霜一化确实就该脏了啊。因为毕竟是这个泥土地啊，打个滚它化了以后还是会脏的啊。今天就看萌兰那小屁股玩完以后可脏了。可黑了那小屁股，不过没关系啊，就是我们玩过的痕迹。感谢哈尼哥的小笼包，感谢支持。这是萌萌吗？是的，这是萌萌。感谢魏哥的粉丝牌。感谢熊猫表情哥的小皇冠，感谢。萌兰的，萌兰回屋了。萌兰回屋了，现在没出来。萌兰回屋了，一会儿十点半多点还能看啊，十点半、十点四十还能看到。我们趁这会儿看一下萌萌，啊，雪天的萌萌，雪景的萌萌，都是非常好的画面啊。我们把这个时间充分利用起来啊，我们排队也是排队，然后排队的话人不是很多，我们就赶紧出来看会儿其他猫猫啊，我们把所有的时间都利用起来，让大家能尽可能多的看到猫猫啊。所以阿三并不是说只拍萌兰只看萌兰啊，我其他猫猫也都会带大家看的。感谢小云哥的粉丝牌。对，我们把这个所有的时间都利用起来啊，这个跟那块排队基本也就是看阿三的脸啊，看阿三脸意思不大啊，意思不大，我们看猫啊，看猫，猫好看。阿三在北京下雪，福建28度短袖，没事没事，会冷的会冷的，啊，不行来趟北京玩玩，看看萌兰，啊，这两天的话，这个下雪，雪景都很好的啊，这两天雪景都不错的。老爷在啊，这两天老爷在啊，我们前两天不还看到老爷了吗？老爷在的，这几天老爷都在。感谢蝶哥的粉丝牌。这个目前是五个孩子啊，北动目前是有11只大熊猫啊，咱们能看到的只有9只，是吧？能看到九只啊，咱们能看到。感谢哈尼哥的花见花开，感谢哈尼哥的支持，感谢哈尼哥的花见花开，感谢。熊猫的习性就是一天大部分时间吃和睡啊，只有在吃和睡中间的一小部分时间才是它们活动的时间，这个就是熊猫的习性。啊，萌萌又拿了一个窝头，开始吃窝头了。感谢大哥的大明星，感谢大哥的支持，感谢大哥的大明星。萌萌吃了个窝头怎么定住了？吃个窝头怎么定住了？萌萌，啊，咋回事？啊，放肚子上了。放肚子上了啊！想啥呢，萌萌？想折呢？想折呢是吗？哎呀，是咋回事啊？是咋回事？
这个不是萌兰，这个是萌兰的妈妈萌萌啊，这是萌兰妈妈萌萌。你看看那小手也看不见了，窝头不知道搁哪儿去了啊。哎呦，买的小车，我们俩刚吃两个啊，暖和点，我都出汗了，你俩还能冷？看我热成啥样了，我的腿还冻僵了。萌萌还跟那想呢啊，终于是吃了，终于吃了。行，那我一会儿就吃啊，谢谢杨哥，谢谢奶哥啊，奶哥买的啊，谢谢奶哥。感谢莫哥的亲吻，感谢莫哥的支持。这是蒙玉的双引号小姐妹，正好姐妹啊。这是蒙小六啊，蒙小六，蒙玉的妈妈。对，蒙太后，蒙太后。感谢丽丽哥的粉丝牌，感谢苏哥的粉丝牌。我们看萌萌吃完这块窝头啊，吃完这块窝头，我们待一会儿也该去排萌兰队了啊。我们还是得，提前排萌兰队的，我怕那块人突然变多啊，我怕人突然变多啊，所以还是要提前去排的。萌萌这块窝头还挺大的呀，啊，吃不动这块窝头。看萌萌这块窝头能吃多久啊？感觉他吃不动。对，只有萌兰那现实，其他萌萌这块都不现实，只有萌兰现实。好，萌萌真棒啊，真棒！这窝头要吃完了啊，还得舔舔，先润一下，呵呵，还得先舔舔那窝头，润一下啊，要不然干。啥时候看萌兰？等会儿萌兰出来就看萌兰，现在萌兰没出来呢。嗯，